大家好，我是 Kitty， 我们的美丽台长林淑薇。开学之前，暑假的最后的一个周末哦，来到这边跟青蛙爸爸同伴。他说，其实他从小就很喜欢养这些生物，所以他接触青蛙也是因为带着小朋友，就像今天爸爸妈妈们一样带小朋友来看。欢迎我们的青蛙爸爸哈萨。见面大考验，第一，蝌蚪最大可以长到多大？上面有颜色，十秒钟哦，赶快。3公分、6公分、12公分、2。红色、棕色。Sally 是谁？哇！学生很快哦。很厉害。哦，厉害。这也很厉害哦。获得一只红眼熊猫。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的手会一直这样在动，是因为它会去扰动叶子里面的一些食物，让它跑出来。它们的眼球肌肉很发达，所以当吃东西的时候，要用眼球把食物推挤进去。蛙它身上分泌的一层白白的蜡，那记得你摸过以后不要讲，那妈妈就把它吃掉，因为这一层蜡是有医疗作用的。这个叫做红眼树蛙，蝌蚪呢大概需要10天到15天会慢慢的长出鳃，然后它过软而出，掉到麻麻的手机上。冰冰凉凉，冰冰凉凉。你要拿火，那是不是要拿？这毒蛙它的互动时间都太短了，还真的是死了，好惨哦。他如果看着你，他就准备要跳过去。跳要跳了。怎么跟你好像呢？这份学习单呢，其实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记得今天我们看过什么蛙，那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蛙颜色涂在这边。大家觉得呢？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蛙就从水族馆把它买回家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蛙是很需要照顾。有没有问题想要问青蛙爸爸？600只蛙多少钱？电费夏天大概2万块左右。你需要准备很多蟑螂或者是蟋蟀，所以一个月大概要1万，也是要1-2万块。谢谢我们青蛙爸爸。但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，可以让他们更了解，就是人与生态之间非常具有非常好互动关系。